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位港星住着，非官风月，只因那个年代的港星代表着一个时代，他是美好的回忆，永远的放在心底，久久不能忘记。张敏那个倚天屠龙记回眸一笑的场景，不知你是否还记得，集英气与美丽一身的女子让人看一眼便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。和其他的艺人一样，张敏在街上被经纪公司相中，凭借自己的美貌和精湛的演技，让她迅速的在娱乐圈走红。这一切的顺风顺水，让上司向华强对她产生了好感。可上司并非张敏的如意郎君，在婉拒了上司的追求后，和向华强保持着朋友的距离。在大家都替张敏感到惋惜的同时，张敏爱上了喜剧之王周星驰。周星驰独特的眼光与幽默的天赋深深地吸引着赵敏，周星驰也被这个坚定的女孩所打动。尽管两人没有对外公布恋情，和他们两人无形中透露的情感，观众也是看在眼里，心里默默地祝福就好。如今依旧单身的赵敏宣布复出，再度出现在荧幕上，不老女神依旧美艳动人，所以在她的身上沉淀了一切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依旧支持她，加油。